新冠肺炎疫情解封之后，入住率不到三成，各行各业短期内多少给私人领域房产业带来冲击，需要长时间才能康复。大家好，我是 Henry Lee， Affirm Plus Property 的创办人。很多朋友几年前开始存钱，筹备组织自己的一个家，今年刚好要购买房产时，却面对疫情的冲击，纷纷都在关心这一个问题：我该入场吗？上网找了一些资料，听了一些专家的分析和推测，大量复杂的讯息更加难以判断。所以 Affirm Plus Property 上个月决定投入资源，向5000位买卖家调查目前对房市的看法。这份调查报告的重点包括：疫情中和疫情后，到底有多少人会购买投资房地产？第二，大家认为几时才是最佳的入场时机？第三，大家会选择些什么类型的房产和地区？第四，目前什么房价的需求量最高？以及会以什么价格出售自己的房地产？这份报告是我们向5000位买卖家亲自调查并整理出来的，对即将购买房地产的买家最有价值的一份礼物。如果大家也想参与并索取这份报告，请点击以下的链接，我们会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你。